今日會為大家介紹翻 Android POS 個界面，又可以 scan barcode。咁然之後就選擇翻個金額方式啦，現金嘅。咁要簡單個 payment。咁進入翻 Cash Inward 個界面，咁可以先選擇翻個 Salesman 啦 ，Customer 啦，跟住就可以 Scan Barcode。咁然之後就選擇翻個金額方式啦，現金嘅。咁要簡單個 payment 啦。咁就簽翻張單，咁就會 show 翻入嚟個 salesman 啦、客人資料啦，同埋成張單幾多錢啦。除咗 cash invoice 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 sales order， 即係有啲客人就會俾咗錢，跟住之後就未有貨，之後過嚟攞貨，咁可以喺度做翻相應嘅界面，咁 scan 翻個 barcode， 咁可以選擇加多一件貨，咁撳個加號，咁佢會，咁然之後如果收錢咧，可以撳翻左下角呢個 icon， 咁可以加 remark。Next， 咁佢喺翻張單嘅下邊咧，佢就會多咗頭先打嘅電話噶啦。